话。普及妈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안녕하세요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书房，我是刘科长，我是阿杜。我们不是在上上个视频里面告诉大家我们搬家了吗？嗯，然后呢，就是其实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，但是。虽然你们看到的那个画面是我们的客厅，但是其实我们有一个屋子一直是这样的状态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准备把它收拾出来。嗯，好，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。开始。呀，你这样你很心机呢，视频里出现的全是科长，好像我没干活一样。曾经，命中过，命中过，那就是还是阳性吗？就是你是说你身体里没有抗体？你是什么意思？你怀疑自己命中过吗？我担心啊，然后他是阳性的，我被隔离了。事情发生的就这么突然，说出门就出门，现在就要去做核酸检测，走。呀，같이가무섭단말이야。무서워？我受不了啊。直接说结论的话没那么可怕，然后呢把棉棒放进你的嘴里嚼一嚼两三下。对，就是检测流程也觉得太简单了啊，就这么结束了，这样的感觉啊，连一分钟都不到。你好，我问一下这个检测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他应该是三天之内给您打电话，如果说没接着电话就阴性。因为是我们这么可以开心的讲，是因为是周末嘛，他们还没有联系的意思说呢我们都没啥问题了。发财了，发财了的！整理书里面有600块钱，600吗？800块钱。这个我的，哪过哪过。哈哈哈哈哈！终于抓到了大家！不说，这居然在18个小时投入的法则里面，时间管理也很好的。谢谢啊，送
아유 대박이다 아니.